多謝。點啊？而家感受如何？好開心，好 surprise， 真係冇諗過自己用咗咁多年嘅時間去因為最上一次其實我的確係2008年嘅時候係參與十大中文金曲，咁今次事隔十幾年之後，能夠再次嚟到呢一個盛事，可以攞到一個獎，好多謝港台佢哋對我嘅肯定。亦都再多一份嘅意義就係大家對於中年咧嘅人咧都有一個肯定咯，即係可以俾機會大家，唔會嫌棄我哋中年人。咁所以真係好多謝香港電台。係咪即係會覺得自己冇放棄到呢個夢想嘅啊？係啊，其實咧獎項係我哋歌手嚟講咧一個 bonus 啦，亦都係一個好大鼓勵。咁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好俾心機去做歌啦。亦都經歷過好多唔同嘅階段啦，咁我都係好純粹地同當初嘅自己一樣，都係不停做我自己想表達嘅嘢。咁今日可以去到呢一步，咁得到大家嘅支持嘅時候，咁亦都係一個更加推動到我去做更加多好嘅音樂啊，同埋更加做好多唔同嘅一啲嘅，譬如節目啊或者演出啊等等嘅嘢去答謝我個樂迷咯。但你今日開 show係啊係啊係啊！大壓力啊，人哋準緊你咁。好好嘅，其實製作組咧，佢哋好好。opening 嗰時候咧，佢都知道我要離開一陣，咁所以而家嗰邊咧個同伴準備開 show， 咁咧佢哋應該改咗少少温丹同唱法咁樣，咁所以咧我而家就盡快做完訪問就即刻趕過去咧去去即係 join 佢哋啦，係啦咁樣咯。安排啲少少慶祝。一定要慶祝啊！我覺得我諗我會請個假啦，同公司七月份睇下可唔可以去個旅行啦，同啲小朋友去玩，因為真係呢段時間呢一年都好多唔同嘅工作，即係的確係小朋友已經係越嚟越少機會陪到佢哋，咁所以我希望可以申請個假同佢哋去旅行啦，咁樣咯。會係即係俾屋企人啊，或者太太個交代啊，都係啊，真係對於太太又好，對於屋企人又好，甚至乎我覺得最重要係對於我自己啊，同埋我爸爸係啦，在天上面嘅爸爸，即係可以兑現翻十幾年前佢同我講翻説話，就係如果你真係中意想做嗰樣嘢，你決心去做，盡力去做。我是可能比其他人慢了一點，但是都得到大家的一些支持和肯定，我覺得值得。